查清了，查清了啊！现在不能睡啊！众口都知道，查清的时候人不能在床上，桌上不能放东西。哎，这样就干净多了，小鸭子不能乱放啊，桌上不能放东西啊，那这样就整洁了很多啊，要严格要求自己。哎，那你现在要问了，我们可以睡在哪？哎，睡桌上就好了，反正人又不是东西，可以放桌子上的。这样既整理了桌子和床，又可以在查寝的时候呢睡觉，一举两得啊！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愿意吗？什么？你说你想睡在床底？啊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这张床的床缝不够高啊，你进去后呢会硌到上面的人的。哎呀，一字马，这个柔韧度可以啊！好，头缩一缩，小心夹脑袋了。我把桌子搬过来，你慢慢的爬上去。来，上来。啊，上来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还赖在床上不走了？那等会来查寝了，你穿着拖鞋在床上睡觉可不行啊！哎，赶紧的！哎呦呦呦！哎呦呦呦！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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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好，就收一收啊，别放床上。来收一收。哎呀，你这人还挺倔的，属驴的是吧？右脚往后伸一伸，左脚再上来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早点配合早结束嘛。来，往外移一移。你这手咋回事呢？别搭床上啊！来，使点力气，别掉下来了。哎，往后躺一躺。啊，这就对了。好，哎，你看这样不就可以睡了吗？没人会打扰你的。哎，睡吧睡吧睡吧。好，该你了。哎呦，我刚碰你就倒地啊，碰瓷是吧？啊，别闹，快上来。哎，脚可以先上来嘛，来听话。哎，好。哎，不错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就这样慢慢的。好，坚持住。哎，啊，你也会一字马呀？你的手是不是还在床上呀？收上来。哎，往后用点力气。早上没有吃饭是吧？啊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抓到地方了，不要介意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吧，双腿有点力气支起来，来，再往外移移，别贴着床，好吧？好，小心，别掉下去了。哎哎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哎呦，哎呦，你别冲动啊！哎，这样也挺好的，啊，躺在上面多舒服呢。哦，原来刚刚你不喜欢趴着睡啊，闹小情绪呢。这还有其他要求呢，要两个人手牵手。啊，你这有点难为我了，这床咱也搬不动啊，那咱就慢慢的移过去吧。啊，大家都自觉一点，别乱翻身啊，趴有趴的样子，躺有躺的样子啊，坚持一下下，该睡觉的睡觉，不要乱动就行了。好，要拐弯了，坚持住，坚持就是胜利，看他躺得很舒服的样子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，差点掉下来呀。啊，看他生无可恋的样子有点好笑啊。来，咱们继续，稳稳的，这次不会失误了。哎，放心大胆的睡觉吧，一切都交给我了。好，你可以放松一下了。我换个人，来，你往右边移移。哎，慢慢的靠近。哎呦，撞到他了。啊，没事的没事的，不要起来不要起来啊，马上就可以牵到手了。来，你的手往下来一点。哎，你呢好像得往这边转一转呢。来来，转个圈。好，哎，这下不就碰到了，可以睡觉了吧。好，老鼠来查寝了。那首先床非常的整洁啊，没有任何的杂物和人在上面，十分满分。那其实桌上也保持得非常好啊，没有任何的东西乱放在上面，哎，十分满分。最后寝室人都很安静，都在睡觉，而且手牵的手，说明关系非常的和睦，十分满分。那所以老师宣布这间寝室呢是全校优秀文明寝室。最后可以把小黄鸭放在床上，装饰下整洁的床面，把它慢慢的移到床角，这个姿势好像是在说你们在干什么呢。啊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哎，把头低一下。哎，这样就完美了。好的，这个场面真不错啊，折腾了一晚上也算没有白费。那倒像是某种行为艺术，外人看来恐怕难以理解。啊，那我们都知道，其实为了应对查寝才变成这样的。